恐怖牛蛋，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 Vlog， 我是包博，我是韦恩，我们现在人在新宿，今天来看看在东京能够抽到多少种不同种类的牛蛋呢？拍片之前先填饱肚子，吃早餐喽。吃饱啦、啊！日本什么东西没有，就是扭蛋最多了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要从新宿开始来找扭蛋啦、啊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新宿的动漫专门店 Animato， 然后它外面就摆了很多动漫相关的扭蛋，来扭扭看吧。这边有柯南的扭蛋，你最想扭到哪一个？想扭到犯人，犯人感觉最有趣。我的犯人扭蛋，哦，我真的抽到犯人，真的抽到犯人啊，运气超好的。这就是。犯人造型的手机套，哈哈哈！今天我就要用不可能有人破解的方法来杀人，哈哈哈！今天我就要用不可能有人破解的方法来杀人。这是 Bob 跟我大推的一个动漫，对，听说超好看的，也是 Sandy 的最爱。鸡排妹也在看呢，当当，哇，是零钱包哎，而且是第一男主角，然后呢？可以装大概好几十个铜板，然后背面还有一个他的就是真的背后后脑勺。我们现在在新宿金王百货的八楼，要来吃中餐，是资生堂开的餐厅哦。其实我们刚刚离早餐只有40分钟，就马上要吃中餐。对啊，拍片就是这样，这样子、啊，也只能这样子啊。欸、会不会资生堂餐厅谁要上来是就是洗面乳啊，然后粉饼两块？餐厅啊，但是它其实是就不同护肤套餐之类的。对。吃完饭的时候发现太阳出来，天气变好了。接下来去哪里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去秋叶原扭蛋圣地。一下车就可以看到一个自动贩卖机，它贩卖都已经是扭蛋的经典款哦。那我来买一下这个吧，我们就赶快来开开看吧。啊，这个是在吐的兔子，然后你要把这呕吐物跟这个兔子接在一起啊，吐啦！哎，把它接一下，接一下，哎。我昨天跟朋友喝酒哎，宿醉到今天啊，这是三手线观光的扭蛋哦，当然还蛮可爱的，这个是高田马场哦，因为原子小金刚的诞生地就是在三手线的高田马场上。哎，兔子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你昨天晚上在干嘛？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喝酒。我们到秋叶原呢，不，太多阿宅了，对。哎喂，我们也是哎。复仇者联盟，看到啦，浩克手表，哇！我们今天还要满足韦恩的兽欲啊！海贼王三大最凶的女星，我想要女帝。不好意思，你太辣了。我们要来玩。Hyper 恐怖的扭蛋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哎，啊，那我要买什么？和我一样 ，Hyper 恐怖，好不好？大家小时候有看过《玫瑰之夜》吗？有，我以前都看那个，然后听那鬼故事，然后吓到睡不着。一样未知的开箱，恐怖牛蛋，耶！哒啦哒啦哒啦，哒啦哒啦啦。端午节到了啦，好不好？许仙啊、哦，白蛇、青蛇啊，哎、哦欸。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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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史上最失焦的一段，好，因为我们请不起员工，所以没办法对焦。99.9% 都是残念的，来看会让我多残念。抽到好东西的几率只有0.1%。哎、欸，其实不会啊。哎呀哎呀，
对啊，不缠念哦，不缠念，不缠念啊。我来扭这个我的架哈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随便扭扭。哎呦，你的架呢？跟他结婚吧。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哎，有没有巧巧可以提供一下这是什么动漫之类的吗？我们刚刚这样新宿啊，秋叶原啊，东扭扭西扭扭，觉得他一个人花多少钱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一个人已经扭了两三千块了吧，因为他一个单架大概有的比较贵，要四五百这样。真的是一个失心疯、失心疯的地方。我们下一站要去上野 ，Wino。现在来到了上野的尤多巴西卡梅拉，外面有一整排扭蛋，然后这边的扭蛋还是比较观光客取向，我们来找找看有什么好玩的。请问你要买什么？浮世绘立体的一个图鉴，来吧。讲讲，我抽到这个 The Ghost of Oiwa， 一个鬼魂的概念。请问爸爸要扭什么？二合一的杯原子。开箱，铲铲。哎呀，超可爱的这个，你看一直。这次要买什么？怪物弹珠。之前我还玩得蛮凶的。现在不是吗？现在没什么玩了。耶、yeah, ，怪物弹珠的角色，其实我很久没玩，所以我也不认识这一只是谁。不过就是做个纪念啦。我们扭蛋之旅结束啦，但是呢，因为今天六点还有事情，所以要往六本木地方出发喽。没错，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，就是要买珍珠奶茶。在哪里？来到了中目黑的鹿角巷。然后呢，要哪一种文点餐？可能尽量日文，尽量好。アイス、マイルドホットでございます。アイス。はい。一つで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わかった。アサムタピオカミルティ。M サイズ、L サイズでございます。M。アイスで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。干杯！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拍干杯的。本集是由鹿角巷赞助播出，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去。终于喝到真奶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六本木参加一个很好玩的活动。那我们下周的 vlog 见喽！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大家下周见，拜拜！拜托赞助啊！